到北京后换这个卡联系。 替别人呢，有完没完呢你？呀，人家孩子不是病着呢吗？那什么，我得到机场接客人去了啊！你下班的时候坐车小心点。我你就甭管了，你跟别人过去吧啊！哎，那什么，你赶紧看孩子去吧。哎呀，那邓师傅，那太谢谢你了，那我走了。行了行了，赶紧的啊！ 正是那个我最不愿看到的特快专递，才帮我引回了中国。喂，车停在东区13号车位，车牌号是9804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慢点。 说一下，让他呀，今天晚上回家吃饭，我把晚饭做好了。对，别让他再医院吃了，啊！谢谢啊，哎，好，嗯，再见。对不起啊，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 手术，病人室颤，马上出站，调高点。罗医生，病人恢复窦性心率，监测生命体征，准备开胸。罗姐，病人家属还没联系上，行吗？来不及了。罗姐，在这关键时刻，一个不能冒险啊！ 院里都知道，你和孙大夫、苏大夫很有可能提升，可出不得半点差池啊！你就听我的吧，救秘密什么都重要。准备开胸，出什么事儿我负责。
喂，到了没有？快了，我在赶。还在。听口音，您是北京人，老北京。对。您这个是回来探亲呢，还是落叶归根呢？你这问的我还真不好回答呀。对不起，老先生，我呀就想跟您聊聊天，没别的意思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不会不会，你这么问我还觉得挺亲切的呢。那个开另一辆吉普车的，就是我一生挚爱的男人，也是我父亲最不愿意见到的人。我太了解他了，负债累累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，他一定会做出傻事。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帮他了，只能再次祈求我的父亲发发善心。上帝啊，帮帮我吧，帮帮我。几点？七点半吧，我到西郊有个事儿。行，那明儿七点半我准时在这等您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再见啊。哎，小伙子，哎，你怎么称呼啊？哈哈，姓郑，您叫我小郑就行了。好，行，再见，再见。你已经尽力了。处理一下吧。喂，他住在101房间。我先撤了，多少钱？一看到他那充满柔情和希望的目光，我就知道，除了死心塌地帮他摆脱困境，我别无选择。对不起，病人没抢救过来。我知道了，啊，你别想那么多，啊，病人家属来了以后，马上就交涉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这回奖金就扣我自己的吧，是我坚持要开胸的。你啊，在这够背的，干了三回了吧。Thank you.
吃药了。我不是早就好了吗？小红呢？啊，你又清醒了。罗姐他们周末才回来呢。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父亲这里，我必须说服他，必须。爸，你是一路跟我来的吧？对呀。找什么呢？就我一个人。哼，真新鲜。你不会跟我说他不在这儿吧？真的就我一个人，进屋再说吧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呢？我分给你80万，这还是看在你死去的妈妈的面子上，不然的话，我真想一个钢镚都不留给你。这不公平。对。从法律上来说，您的亲生女儿是您的直系亲属，可就算我不是您亲生的，那我们还在一起生活了30多年呢，那不比亲生的还要亲吗？所以爸，你不能太偏心了啊。我怎么偏心了？我留给你80万还嫌不够。告诉你，我在这儿还有个我很对不起的老婆，在这儿还活着，这笔钱我是留给她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早知道对不起，您就不该甩了他，到美国去找我妈，对吧？更不该一口一个爸，让我叫了您这么多年。你给我出去 ！No！ 您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打死我也不走。580万美金呢，至少得分我一半。分你一半是吗？和韩俊那小子不出3天，就得把这笔钱赔个精光。我都跟他离婚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跟他离婚了，并不代表你能真正的离开他。我要是把这笔钱给你，都只是害了你。你走吧，我该休息了。明天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。你就等着抱着你那点钱去哭吧，啊，我的小乖乖女。不是我要当乖乖女，是我爸一直不松口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不松口好啊，都省心了。你就看着那500万美金装在别人兜里，我呢，就等着逼债的人追杀吧。反正我死了也无所谓，俺们已经离婚了。我不许你瞎说，我这不是在努力吗？越来越大。那天呢，正赶上我清醒，我居然收到一个电话，
现在记不清那个人说的什么了，可是我只记得我特别的害怕。哎呦，那个电话，那个我阿姨，阿姨怎么了？阿姨，阿姨又犯病了，阿姨你找医生去。哎，敬老院吗？啊，我是罗小红。哦，罗大夫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妈妈今天怎么样？哦，好好好，啊，我这个周末一定去看她。好，嗯，啊，再见啊。分手一年多了，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想投入他的怀抱，可遗憾的是我没给他带来好消息。是一大早就去，还真让你给说对了。我爸要是真的把遗嘱给亮出来，哼，咱俩这假离婚算是白离了。他说呀，他早看出来了，说我根本就离不开你。哼，再过十几个小时，我这个计划就鸡飞蛋打了，你就可以等着给我收尸了。去你的，我就是死了也得让你好好活着。感动啊，有你这句话我也能安心的闭眼。你别再刺激我了，行不行？赶紧拿个主意，无论如何不能让我爸把遗嘱给亮出来。我在想，我自己会怎么死呢？一般会用绳子勒死。有病！不许再挖我的心了，听见没有？不过，我要真死了，你爸爸可能也就原谅你了，你说呢？明天说什么我也得拦住我爸。别自欺欺人了，我太了解你爸的为人了。你就相信我吧，他如果再不同意我就死给他看。那就再试一次。不管你可不许真死，做到样子的。不管，我就知道你心疼我。估计是风吹门的声音。他真的睡着了吗？安眠药不会骗人的。你在说什么？不许这样。一点点，也是唯一的一次，因为你要来。
还没睡呢。几点了？哦，差五分十一点。哎，我呀得赶紧洗洗睡了，明儿一早还得到饭店接客人呢。等等，你说你昨天刚上了夜班，今儿怎么又答应别人替班了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人家孩子病了。那你干嘛还要答应明天再接着上早班呢？今天机场接那客人非要让我拉的。怎么了？又生气了？我生气有什么用啊？就你这么一老好人，谁逮着你都不客气。哎，你说你啊，你平常围了那么多的人，这三天两头的没黑没白的干，结果怎么着了呢？是多发给你工资了呢，还多领了几个奖金啊？你不觉得你这么着是让人给欺负了吗？嗨，谁欺负谁呀？都是同事，谁还没个求人的事儿啊？那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去求别人呢？咱不是没孩子吗？没孩子怎么了？没孩子你还没老婆呀？知不知道啊？啊，你老婆一天到晚累得跟三孙子似的，到了连奖金也没了，每天还得挤公共汽车。在地铁上挤着往回赶，那回要不是你接替班，我能在公共汽车上让小偷把钱包给偷走了吗？要是觉得没孩子轻省，那咱就要一个，省得整天别人拿这做借口，拿你当驴使唤。你给我站着，咱们呀得谈谈。谈什么呀？不是，你说谈什么呀？俩事儿啊，一个是工作，一个是孩子。有什么好谈的呀？要孩子，那要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工作更甭谈，我除了修车开车，别的什么都不会。周一强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什么叫不是你自个儿的问题啊？啊？哎，我让你跟我去医院检查检查，你死活就是不去，为什么呀？还有啊，就你那破工作，怎么就不舍得辞了？啊，我知道你就会开车修车，那就开出租不比现在强啊？就怎么就舍不得你那破单位了？啊，你就想开那贵宾车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就是那贵宾车来了，也不见得一定让你开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舍不得你们单位呢，还是舍不得你们单位的什么人呢？给我摔门是不是？你长脾气了？有本事，有本事！今晚上你别进屋睡。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我今天在我爸的手包里看见速效救心丸了。什么意思？心软了？没有，也算是吧。虽说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但毕竟有养育之恩，对吧？你为什么那么讨厌他呢？怎么成了我讨厌他了？是他瞧不起我，你忘了？我做生意是为了赚钱，我赚钱为了养活你，让你活得更好一点。可我让别人给骗了，你爸就说我瞎做，说我这辈子都甭想赚钱。我要不是因为跟他赌气，我能在全部赔完以后再借300万的高利贷吗？我能让追债人逼着我躲在这儿一待住这么长时间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他说的确实没错呀。怎么没错？他说你那帮合伙人不可靠，确实不可靠啊。如果你听他的，你不至于现在这样一败涂地。我也觉得你太冒险。做生意哪有不冒险的？我告诉你，这跟可靠不可靠没有关系。我能想到连着赔吗？你就去问你爸，他能想到连着赔吗？他能想到吗？也许啊，你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。如果这次他答应把钱给我们，我们就把债还上，以后你再也别碰生意了，嗯？不做生意吃什么？喝什么呀？我来打点生意啊。
小心的说吧。别再跟我提他叔的事儿。小点声。这事儿成不成还是一回事。如果老家伙真能救了我，我一定会把损失追回来。行了，别再想这些了，啊。睡吧，明儿不是还要早起呢吗？我想自个儿待会儿，你先睡吧。你别生我气。我那还不是心疼你啊！这老话说的在理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你老这么好心给人面子，人慢慢慢慢的，人家不拿你的好心当盘菜了。这道理我都跟你说了800回了，你就是不听。不是你说，我说的在不在理？嗯。就是。你别老觉着我撺掇你辞职，就是逼着你去挣钱。哎，你说你现在啊，不比开出租清闲吧？咱怎么着都是个累，干嘛不换一个挣钱的点儿待着呀？咱承包一辆车，啊，没人打扰你，想干就干，不干就歇着，自个儿给自个儿打工。就算是挣的少点儿，那也图个清闲自在呀，你说是吧？能开上贵宾车，奖金还是挺多的。再多也多不到哪儿去呀、啊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你说你怎么就特别想开那贵宾车呀？啊？就算你在那儿待下去，那也不一定能让你开上啊。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不是？好歹也是个铁饭碗。铁饭碗怎么了？也得看那碗里装的是什么。你别看我，我不拿病人的红包，我不搞歪的，不搞邪的。可比起你呢，就你每月挣的那点破子儿，你不觉得你那碗端着累得慌啊？哎。你是不是有点瞧不起我呀？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？我干嘛要瞧不起你啊？我觉得有点儿。算了，甭扯这个，咱睡觉。哎，别！你要不说清楚，我能睡得着吗？哎呦哎，我还真没想到你这脑子里头还有这么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！不是我怎么就瞧不起你了？哎，你说。行，咱要说也行，不过还按老规矩，谁也不许急的，哪说哪了，成吗？成。咱俩啊，好好的谈谈心。我干嘛急呀、啊？我说吧，你就。嗯，是这样。我吧，从咱们结婚起就有这种感觉。什么感觉、啊？其实我一直觉得你嫁给我呀、啊，主要是为了感恩。刚结婚的时候我还没往这方面想，可这一晃七八年啊，我就越来越觉得，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。难怪人家说呢，你是嫁给我们郑家这个姓，根本不是嫁给我这个人。这是谁说的呀？啊，谁这么缺德呀？不是，这不是毁人吗？谁告诉你的？啊，谁呀？你看，你看，说好不急，你又急。
干脆甭说了，干嘛呀这是？谁急了？谁急了呀？你也不想想，你刚才说的这是什么屁话呀？不，什么叫我嫁的是你们郑家这姓儿啊？哦，我为了感激你父母从小把我抚养大，我就非得嫁给你才能报恩。我跟你没感情，我能嫁给你吗？这话是别人说的，还是你瞎编的呀？啊？我自个儿瞎编的，行了吧？那就更得说清楚了，为什么要瞎编啊？啊？为什么呀？哎，你说我在单位累死累活的，不顺心，回到家还得听你这套胡搅蛮缠的故事，我凭什么呀？我，不是你说。你为什么要编这套屁话来气我？我吃饱了撑的，我看自个儿不顺眼，我恨自个儿没能耐，买不起好房子，买不好车，我有病。相信我，失去什么，我都不能失去你。咱俩别再吵架了，下班我去接你。小郑，哟，来这么早？来的，您这提前了15分钟。来来来，请，谢谢您，慢点，哎，您咱们去西郊什么地方啊？西郊有一个香山红叶敬老院吧。啊、哦，知道知道。我呀，每周末跟我爱人都去那儿，我老岳母在那儿。这么巧啊！哎，我还怕你不认识。认识认识。没想到咱们俩这么有缘呢、啊。您去敬老院是干什么？探亲呢？哦不，是去看一位老战友。敬老院的老人啊，我都熟。您的老战友叫什么名字呀？罗秀琴。啊？罗秀琴？哎呦，那是我岳母啊！我岳母叫罗秀琴。您跟她是插队时候认识的吧？是。早知道啊，我就叫我爱人请假一块儿过来了。那你太太叫什么名字？叫罗小黄，是个大夫。都。
车上的 GPS， 找出一条通往修车的近道，争取在途中截住他。行吧。他们母女还好吗？好好，都好着呢。只是老太太有点麻烦，间歇性老年痴呆症。哦，您都知道她的病情啊？啊，不不，我也是最近托人打听来的。哦，怎么了？一会儿你自己上去，不方便露面。不过我会在远处保护你的。你记着，无论如何要拦住他，一定要把遗嘱拿回来。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遗嘱亮出来。无论如何。停车呢？干嘛呀？最近很危险，你千万不能停下来啊！停车！他让我停啊！不管他，他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人。爸，他叫你爸呢，把他给甩开！哎，好好好。想逃开这一切，撇清你的视线。